你们现在人间有急，圣母系唯一可能解决嘅希望。呢个马家嘅精神控制一下自己，马家精神就算系退休，就系俾呢个女人一刀破坏啦。 秋叔，你还好吧？好厉害啊！马小玲。 我知道你的意思，我们今晚会离开的，马小玲。但是，我已经决定了，不再做梦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谢谢你的回绝。我们有理由再见。马小玲，马小玲，你想干什么？你方向盘怎么样？不要！ 我真的受不了，我绝对受不了。马大龙，好久不见了，马小玲，走啊，走啊！ 小玲，你有病都我在一起。所有的事情由邝天佑负责。你有没有命啊？小玲，别去哪里啊！别走！天佑，快点去照顾外公。快点去！谢谢你对小玲当令照。任龙，圣上，我哋一定会再见。任龙，你别怪小玲啊！ 你想见你被分挤最后一面嘅，即刻讲你意愿啦。马彦波，现在只能用地狱之火冲洗医院和我而行，你即刻去睇你细妹啊！